我竟然能够自己开一家分店，继公关部经理之后，让我再创事业的高峰。你辛苦了。你在乎我的感受，关心我的心情，你只有一个英文单字可以形容 perfect。那这个中文该怎么说？两个字。 没经过我的同意，敢跟我的男人拍照？再亲一下。那相片让你能保存多少本？那一页为你准备的。 人。